大家好，我是茉莉芬芳。据说每个人的出生八字重量可以预知一生的荣华富贵轮廓，但是这种算命其实和其他命理方式一样，均是大数法则的运用。虽然非100%的准确，但毕竟能够流传千年，必定也有它的价值与道理。究竟你的八字代表的一生概论是如何呢？一起来看看。首先，请先计算出八字的重量，这个需要有四种变数相加，就是农历出生年月日时。第一卦，先找出出生年的重量。第一，生肖鼠，甲子年1924-1984，一两两钱；丙子年1936-1996，一两六钱；戊子年1948-2008。一两五钱，庚子年1960-1900七钱，壬子年1912-1972五钱。第二，生肖牛，乙丑年1985-1925九钱，丁丑年1937-1997八钱，己丑年1949-2009七钱，辛丑年1901-1961七钱，癸丑年1913-1973七钱。第三，生肖虎，丙寅年1926-1986六钱，戊寅年1938-1998八钱，庚寅年1950-2010九钱，壬寅年1902-1962九钱，甲寅年1914-1974一两两钱。第四，生肖兔，丁卯年1927-1987七钱，己卯年1939-1999一两九钱，辛卯年1951-2011一两二钱，癸卯年1903-1963一两两钱，乙卯年1915-1975八钱。第五，生肖龙，戊辰年1928-1988一两两钱，庚辰年1940-2000一两两钱，壬辰年1952-2012一两，甲辰年1904-1964八钱，丙辰年1916-1976八钱。六，生肖蛇，己巳年1929-1989五钱，辛巳年1941-2001六钱，癸巳年1953-2013七钱，乙巳年1905-1965七钱，丁巳年1917-1977六钱。第七，生肖马，庚午年1930-1990九钱，壬午年1942-2002八钱，甲午年1954-2014一两五钱，丙午年1906-1966一两三钱，戊午年1918-1978一两九钱。第八，生肖羊，辛未年1931-1991八钱，癸未年1943-2003七钱，乙未年1955-2015六钱，丁未年1907-1967五钱，己未年1919-1979六钱。第九，生肖猴，壬申年1932-1992七钱，甲申年1944-2004五钱，丙申年1956-2016五钱，戊申年1908-1968一两四钱，庚申年1920-1980八钱。第十，生肖鸡，癸酉年
1933-1993 八钱，乙酉年1945-2005一两五钱，丁酉年1957-2017一两四钱，己酉年1909-1969五钱，辛酉年1921-1981一两六钱。十一生肖狗，甲戌年1934-1994一两五钱，丙戌年1946-2006六钱，戊戌年1898-1958一两四钱，庚戌年1910-1970九钱，壬戌年1922-1982一两。十二生肖猪，乙亥年1935-1995九钱，丁亥年1947-2007一两六钱，己亥年1899-1959九钱，辛亥年1911-1971一两七钱，癸亥年1923-1983六钱。第二卦找出农历出生月的重量，正月六钱，二月七钱，三月一两八钱，四月九钱，五月五钱，六月一两六钱，七月九钱，八月一两五钱，九月一两八钱，十月八钱，十一月九钱，十二月五钱。第三卦找出农历出生日的重量，初一五钱，初二一两，初三八钱，初四一两五钱，初五一两六钱，初六一两五钱，初七八钱，初八一两六钱，初九八钱，初十一两六钱，十一九钱，十二一两七钱，十三八钱，十四一两七钱，十五一两，十六八钱，十七九钱，十八一两八钱，十九五钱，二十一两五钱，二一一两，二二九钱，二三八钱，二四九钱，二五一两五钱，二六一两八钱，二七七钱，二八八钱，二九一两六钱，三十六钱。第四卦找出出生时的重量，现代的每两个小时是古代的一个时辰，十二时辰换算成现代的钟点就是子时，晚上十一点到隔日清晨一点，一两六钱。丑时，凌晨一点至三点，六钱。寅时，凌晨三点到五点，七钱。卯时，上午五点到七点，一两。辰时，上午七点到九点，九钱。巳时，上午九点到十一点，一两六钱。午时，十一点到下午一点，一两。未时，午后一点到三点，八钱。申时，午后三点到五点，八钱。酉时，午后五到七点，九钱。戌时，晚上七点到九点，六钱。亥时，晚上九点到十一点，六钱。第五步是合计重量，将以上一至四的重量加总。八字重量解析，合计重量为两两一至三两七者的八字较轻，一般人通常是介于三两八到五两四之间，而五两五到七两一是较重的八字。八字的重量代表出生时本身具有的条件，传统上认为八字重代表富贵，八字轻者命较辛苦，然而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努力。八字重量建议仅作为参考之用，不需要过于介意。命虽然不能改，
但是运是可以改变的。二两一，终身行起孤苦之命，短命非业为大空，平生灾难事重重，凶祸频临现逆境，终是困苦事不成。注解：身寒苦冷苦伶仃，此命推来行起人，碌碌苦苦无乐日，终身孤单过一生。二两二，一生劳碌之命，此命劳碌一生穷，每逢困难事重重，凶祸频临现苦境，终身大事谋不成。注解：身寒苦冷苦伶仃，此命推来行乞人，劳劳碌碌无度日，中年打拱过平生。二两三，终身困苦之命，此命推来骨肉亲，穷魔做事事难成，妻儿兄弟实难靠，外出他乡做散人。二两四，一生薄福之命，此命推来福禄无，门庭困苦种难容，六亲骨肉皆无靠，流浪他乡做老翁。二两五，六亲无靠自力更生之命，此命推来主业为，门庭银度似稀奇，六亲骨肉如冰炭，一世勤劳自把持。二两六，平生一路苦中求，独自营谋事不休，离主出门已找计，往来一路自无休。注解：此命为人刚强，劳心劳力以主居住，有能自立得安然，知亲事重坏事不做，老来贪心口无毒，但一生不足子息难靠，出现之中小发达，早年家计得安康，四十而立岁，交来末运渐渐磨蚀而成，事业而就，财源茂盛，老来荣华，七宫有克，两妻无形，子媳四个，只一子送终，寿元五十九，过此七十九岁，离世于十二月中。二两七，一生多磨少成之命，一生做事少商量，难靠主中做主张，独马单枪空作去，早年晚岁总无常。注解：此命为人性纯，不刚不柔，心中无毒，做事有始有终，池塘鸳鸯寻食吃，亦聚亦散，骨肉六亲不得力，财务风云，操心劳力，及早恨愤寒窗，原来破镜，重新白手起家，且过三十五六，方可成家立业，四十外行船顺风，五十安稳，莫羡滔滔事业心，七宫应配，子女送终，寿元七十，离世于五月中。二两八，一生行事似飘蓬，祖宗产业在梦中，若不过房改名姓，也当移图二三通。注解：此命为人多才能，心机灵巧，主业飘零，离乡背景可成事业，兄弟多利，博杂多端，为近处安然，出外有人敬重，可尽四方之才，有贵人扶持，逢凶化吉，勤俭一生无大难，只是救人无功，恩中招怨，重义轻财，易聚易散，早年不能聚财，三十三岁方知劳苦，凡事顺意，三十而立，四十岁称心如意，莫羡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只是七宫有克，三子送终，寿元六十九，闯过八十一，离世于三月中。二两九，初年运线未曾亨，纵有功名在后尘，须过四旬才可立，移居改姓始为良。注解：此命为人性暴，心直口快，有才能，见善不欺，逢恶不怕，事有始终，量能宽大，但不能聚财，兄弟六亲无力，自立家计，出外方好，出现二十三四五不遂，二十七八有好运道，犹如枯木逢春，终现四十九之命犹现，
四十多来古镜重磨，明月在圆，五十六七而立，莫羡明月又被云侵，交七十方走大运。七小佩怕行，客子寿元七十七，李氏于春光中。三两，劳劳碌碌苦中求，东奔西走何日休，若使终身勤与俭，老来稍可免忧愁。注解：此命文人多才多能，心机微巧，主业凋零，离乡背井可成家业，兄弟少力，驳杂多端，出外有贵人扶持，一生无行客无大难，只是救人无功，恩中招怨，重义轻财，易聚易散。早年不能聚财，三十三岁方知劳苦，凡事顺意，三十而立，四十岁称心如意，三子送终，寿元六十九，离世于三月中。三两一，交友谨慎，老年衣食足用之命。忙忙碌碌苦中求，何日云开见日头，难得主机家可立，中年衣食见无忧。注解：此命推来敬重双亲，有福有禄，六亲和睦，义气高强，少年勤学有功名，忠孝双全，心中无毒，不贵则福，出外受人钦佩，四海闻名，老来荣华，献上无忧，一生安康，年轻倩丽，莫羡安享福禄。白鹤先生云：此命三现，有子孙望相局，出现早成家计，辛勤劳苦，中现渐渐生财，重奔江山，夫妻少配无形，莫羡荣华富贵，寿元八十三岁，离世于冬月之中。三两二，初年运俭事难磨，见有财源如水流，道德中年衣食旺，那时名利一起收。注解：中线交来渐渐称心，求磨顺利，出外有人恭敬，一生受贵，若要问其消息，事业兴，家业旺，其年运到，滔滔财源至，滚滚利丰盈，春光花自发，微风细雨生，四十六七八交末运，移花接子桂花香，夫妻偕老，寿元八十之外，子孙福禄荣昌，离世于腊月中。三两三，性质多情，交友待劫之命。早年做事事难成，百计徒劳枉费心，办事自如流水去，后来运到得黄金。注解：此命生人性巧心灵，弄假成真，口快无心，恩中招怨，君子敬佩，小人气恨，骨肉无缘，志在四方，身心健康，前运成因少种树，中现轻财，大运交来，声名可望，万事更新，名利正见，此后小事宜注意，才有子媳，寿元八十三，离世于三月中。三两四，此命福气果如何，僧道门中异路多，离主出家方为妙，朝晚拜佛念弥陀。注解：此命推来为人信照，与人做事反为不美，离祖成家三番四次，自成自立安享福，直至三十六至四十六，财不谋而自治，福不求而自得，有贵人助，家庭安宁，七宫若要无形，猴猪羊蛇不可配，龙虎马牛方得安，虽有二字，终身待案方可，兄弟六亲如冰炭，在家不得安然，出现驳杂多端，劳碌奔波不能聚钱，常有忧愁，寿元七十八岁，离世于三月中。三两五，生平福量不周全，主业根基绝少传，营事生涯已守旧，时来衣食胜从前。注解：此命为人品性纯和，做事忠直，志气高傲，与人做事恩中招怨，六亲兄弟不得利，主业全无，早年驳杂多端，独马单枪，出现命运甚来，二十三十来岁末成交运都说好，三十五六到四十犹如金秋菊迎秋放，心机用尽方逢春，莫羡交来始称怀，
竹叶有破后重新，犹如枯木逢春再开花。七宫幽虚无形，寿元57，限制69，三子送终，寿元81，离世于10月中。366，少年多颇者，老来安逸之命，不须劳碌过平生，独自成家福不轻，早有福星常照命，任君行去百般尘。注解：此命为人品性刚直，做事公开，有才能，有机变不肯休息，六亲兄弟不得力，主业无靠，白手成家立业，末运多驳杂，不能聚财，好一双抓钱手，没有一个赚钱斗，此命蜘蛛结网，朝圆夜不圆，做几番败几番，只能稳步成家计，谁知又被狂风吹，出现23、24，犹如明月被云侵，30外来恰是日头又重开。二子送终，寿元57岁，过此88，离世于秋天中。367，一生财来富去，难得大富之命，此命般般事不成，弟兄少力自孤行，虽然主业虚为右，来得名时去不明。注解：此命为人品性刚直，做事公开，有才能，不肯休息，六亲兄弟不得力，主业无靠，白手成家立业，末运多驳杂，不能聚财，不欺负人，有义气，心神不定，易成喜怒，出现奔波劳苦，离别他境可成家计，改换门庭，中线未得如意，末线缓缓气功，方可行客。子媳虽有不得力，只好真假送终，寿元77，离世于7月中。328，一身骨肉坠清高，早入黄门姓氏标，待到年将36，阑珊脱去换红袍。注解：此命为人品性刚直，从事公开，有才能，不肯休息，六亲兄弟不得力，主业无靠，白手成家立业，末运多驳杂，不能聚财，好一双抓钱手，没有一个赚钱斗，此命蜘蛛结网，朝圆夜不圆，做几番败几番，只能稳步成家计，谁知又被狂风吹，出现23、24，犹如明月被云侵，30外来恰是日头又重开，终交末运方为贵，渐渐荣昌盛。329，少年命运不通，老享轻浮之命，此命终身运不通，牢牢做事尽皆空，苦心竭力成家计，到得那时在梦中。注解：此命为人灵机性巧，胸襟通达，志气高，少年勤学有功名之格，青年欠力，腹中都谋，有理有义有才能，做事勤俭，一生福禄无，与人干事反而不美，六亲骨肉可靠，交朋友四海春风，中线光耀门庭，见善不欺，逢恶不怕，事有始终，量能宽大，义利分明，吉人天相，四海闻名，末线成家立业，安然到老，高楼大厦，七宫无形，子媳三人，只一子送终，寿元77，卒于春光中。42，平生一路是绵长，渐渐心中自主张，前面风霜多受过，后来必定享安康。注解：此命为人性照，心直口快，有才能，逢善不欺，逢恶不怕，事有始终，量能宽大，不能聚财，主业破败，兄弟六亲不得力，自立家界，出外方好，出现25、26，年年不遂，27而立，有好运，犹如枯木逢春，中线49岁有灾，铁镜重磨，明月正圆，56、7交大运，寿元77，卒于春光中。41，聪明超群，老来逍遥享福之命，此命推来事不同，为人能干亦繁庸，中年还有逍遥福，不比前时运未通。注解：此命性重气高，有口无心，主业未交，离别他境，事事可成，六亲骨肉不得力，
自成家计，学习经营四方文明。当把外方之时，丰隆出现奔波驳杂，不能聚财。交过三十而立，方可成家；四十五六，方能顺意。莫羡犹如三月杨柳，枝枝生细叶，晚景处处红。七宫五克破，子媳假宋老。寿元四十七，闯过可到六十六，卒于九月中。四两二，自力更生，劳运名利双收之秘。得宽怀处且宽怀，何用双眉皱不开？若使中年命运计，那使名利一起来。注解：此命为人操劳，自成自立，与人出力事不成。离主之命，成家三番四次，用尽心机不得开怀。若要安乐享福，要到36到46时不磨自怠，福不求自至，有贵人助力，家庭安然。七宫若要无形，猴猪羊蛇不可配，龙虎马牛方得安，兄弟六亲如冰炭，在家不得安然。出现驳杂多端，不能聚钱，常有忧愁。寿元78岁，离世于三月中。四两三，福禄厚重，白首成家之命。为人心性最聪明，做事轩昂敬贵人，一路一生天数定，不需劳碌过平生。注解：此命为人性造刚强，平生不受亏，多计多能，主业冰炭能聚财，交过三十开外方得开怀。中线之命，能尽四方之财，出外逢贵人之力，艺术精，善经营，方能兴旺。上夜池有一级相亲，直至末线方得享福。七宫匹配，龙虎马牛可配，二子送终，寿元八十，卒于四月之中。四两四，初年无才，老年自得享福之命。万事由天莫苦求，须知福禄命里收，少壮名利难如意，晚景欣然更不忧。注解：此命为人忠直敬重，心慈性照，身魔远虑，心中多劳，贵人亲近，六亲冰炭。出现行运美中不足，中线渐入佳境，名利可嘉，刚柔有济。二十九交家运，可通花甲，天赐麒麟宋老。寿元85岁，卒于冬月之中。四两五，少年辛苦，老来福禄双全之命。名利推来尽若何，前番辛苦后奔波，命中难养男与女，骨肉扶持也不多。注解：此命为人品性不刚不柔，心中无毒，自当自担，离主之命。做事有始有终，池塘鸳鸯觅食，或聚或散，骨肉六亲不得力，如豪如风，劳心费力多成败。出现运寒多驳杂，主业破败，重新白首成家，至三十五六方能成家立业。四十开外，如船遇顺风，五十多岁安稳。莫羡滔滔事业心，七宫应配，子媳半价送终。寿元75岁，卒于五月之中。四两六，改姓移居，自得福寿双全之命。东西南北尽皆通，出姓移居更绝隆，一路无亏天数定，中年晚景一般同。注解：此命为人心慈性照，有口无心，有出有戏，一生奔波，六亲无靠，无大难，七宫无形，主业凋零，自立家计，早夜如同败落平，劳心用下一半生，交三十五六七而立岁，又平平度过几春秋。六十前后花开日，花开又照雨来临，必定小人加暗害，平日之中要小心。早子朝为，只一子送终，寿元73，卒于冬月之中。四两七，早年多波折，晚年享福之命。此命推为望末年，妻荣子贵自怡然，平生云有滔滔福，财源滚滚似水流。注解：此命为人品性纯和，做事公道，忠心待人气质高，与人干事恩仇报，兄弟不利主业为，
早年驳杂多端，时来骨肉精，财源是归命，披马单枪。出现运来二十而立，三十岁末现交运都好，反倒交时苦衰。三十六至四十来岁，犹如金秋菊玉秋开放，心机用尽方为贵。末运交来已称怀，主业有破，家业重注，好似枯木逢春再开花，孤子送老。五十九岁有一线，到六十九岁，寿元八十二，卒于冬月之中。四两八，初年大志难伸，晚年发展之命。初年运道未曾亨，若是蹉跎再不兴，兄弟六亲皆无靠，一生事业晚年成。注解：此命为人性照，能随机应变，常敬贵人。主业无成，骨肉六亲少益，一个自立家计。初现交来财运如霜雪，中现略可成家，大运图来能立家业。妻有客，小配无形，子媳三人，寿元七十七岁，卒于七月之中。四两九，交友多情有损，小心防之，再发之命。此命推来福不轻，自成自立显门庭，从来富贵人亲近，使必差奴过一生。注解：此命为人品性纯和，做事勤俭，恩中招怨，兄弟有客，亲朋相援，陪酒陪钱，反说不美。出现贫愁，交过二十六七岁，如逆水行舟，不能聚财。中现驳杂多端，行妻克子，交过四十岁，方可成家立业。斑斑岁意，渐渐称心，至四十七八岁有一灾，宁可损财交过，后有十年好运来。家中钱财聚，三子送老，寿元七十三岁，卒于九月之中。五两，衣食无亏，一生富贵之命。为利为民，终日劳，中年福禄也多遭，老来是有财先兆，不比前番目下高。注解：此命为人正直，伶俐灵巧，有机变，平生无大难，主业无靠，自成自立，白手成家，亲朋冷落，兄弟少力，可得四方之财，好一双挣钱手，没有一个聚钱斗，满面春风人道好，一生不足自爱之。七尺子晚，初现奔波，中现四十岁方交大运，犹如枯木逢春。四十九岁有一灾，其年福星高照，有十年大运，财路丰盈大吉昌。七宫铁印同偕老，子媳一双可送终，寿元六十九岁，卒于冬月之中。五两一，勤俭成家，老年自得福禄之命。一世荣华事事通，不需劳碌自亨通。弟兄叔侄皆如意，家业成实福禄红。注解：此命为人做事有能力，且能随机应变，性躁能知其轻重，交朋结友如兄弟，气量宽宏，见善不欺，逢恶不怕，平生正直，无大难行险，只是少招主业。出现一路无亏，子媳晚招可识得，四十至五十末现通达昌吉，福禄无亏，财源稳定，丰衣足食，高堂大厦，七宫友好，两子两女送终，寿元八十岁，卒于九月中。五两二，聪明能干，老来财禄丰足之命。一世荣华事事能，不需劳思自然灵，中族欣然心皆好，家业丰亨自称心。注解：此命为人多才多能，心机灵变，主业飘零，离乡可成家计，兄弟少力，驳杂多端，为人只是救人无功，重义轻财，财路易聚易散，早年聚财，凡事顺意，三十而立，四十岁如意称心，末现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只是七克两印无形，有三子二女送终，寿元八十三，卒于冬月之中。五两三，自己新家立业之命。此格推为气量真，新家发达在其中，一生福禄安排定，却是人间一富翁。注解：
此命推来敬重双亲，有福有禄，气质高昂，少年勤学有功名，忠孝两全，心善无毒，非富则贵，出外有人钦佩，四海名扬，到老荣华，献上无忧，一世健康，青年倩丽，莫羡安享福禄。白鹤先生云，此古三献之古，子孙王相之局，出现早成家计，辛勤劳苦，中线渐渐生财，重整门庭，末线荣华富贵，七公小配无形，有三子二女送终，寿元八十二，卒于冬月之中。五两四，一生清闲之命，此命推来厚且轻，诗书满腹看功成，丰衣足食自然稳，正世人间有福人。注解：此命为人灵巧，胸襟通达，志气高强，少年勤学有功名，年轻倩丽，腹中多谋，有理有义，有才有能，做事勤俭，一生福禄无亏，与人干事反为不美，亲朋戚友，四海春风，忠信光辉门庭，逢善不欺，逢恶不怕，事有始终，吉人天相，四海扬名，成家立业，安然到老，高楼大厦，七公应无形，子媳三人，子一子送终，寿元七十七，卒于春光中。五两五，少年奋斗，晚年富贵之命。走马扬鞭争利名，少年做事费愁论，一朝福禄源源至，富贵荣华显六亲。注解：此命为人灵巧机巧，出现尚不聚财，只是虚名虚利，财来财去，一生勤于学，自有功名，有一路，福星照命，忠信交来可称心，求谋如意，出外有人恭敬，一生受贵，要问其他消息，事后新家发达，壮年滔滔财源旺，滚滚利顺来，迎春花正发，微风细雨声，四十九交来末运，移花接木桂花香，夫妻百年同偕老，寿元八十之外，福禄荣昌逐于春光之中。五两六，仁义之人，老来富贵之命。此格推来礼义通，一生福禄用无穷，甜酸苦辣皆尝过，滚滚财源稳且丰。注解：此命为人性巧心灵，有口无心，事不保密，少年劳碌难免，志在四方，身心健康，前运成印，少种树，怀才不遇，忠献亲财，大举随行，以动得安然，终日成，民生可望，就业焕新，名利亨通，五人盆时皆白发，请自心田此后坤，此命小事已放松，方有子媳，寿元八十二岁，卒于冬月之中。五两七，人人亲近礼主，成家之命。福禄丰盈万事全，一生荣耀乐天年，名扬威震人真现，此事逍遥晚似仙。注解：此命为人心灵性巧，做事细致，足智多谋，志气高昂，少年勤学，名利成就，逍遥快乐，气量宽宏，财路有余，犹如锦上添花，中线以来自成自立，渐渐荣昌，招人敬才，妻子晚配为美，四十至四十五六岁，看子成名，末线多得意，家中财产甚丰隆，七公无克，二子送终，寿元七十三岁，卒于正月中。五两八，独创名利，晚年享福之名。平生福禄自然来，名利兼全，福寿协，雁塔题名为贵客，紫袍金带走金街。注解：此命为人忠直，做事有头有尾，身轻气高，六亲有望，兄弟少帮，七公病重，子媳二三，他乡创业，官城之命，只是与人干事，恩中招怨，反为不美，早现财来财去，终现兴旺，一子送终，寿元八十三岁，卒于四月之中。五两九，以安分守己，福禄自足之命。细推此格妙且真，必定才高礼义通，甲第之中应有份，扬鞭走马显威荣。注解：
此命为人性情暴躁刚强，平生不受亏，所谓量大多智多能，受人尊敬。主业凋零，兄弟只可画饼充饥，亲戚则是望梅止渴。劳心渐早，发福渐迟，独立成家，只是早聚财，逢凶化吉，博杂交过20开外，方得顺利开怀。中线之命，可尽四方之财，出外有贵人助力，可经手艺营业，方能兴家立业。此间或有小吉相亲，在交线方得安然，坐享福禄。七宫之配，龙虎马牛，一子送老，寿元80岁，卒于6月之中。六两，鹤立鸡群，贤主阳中之命。一朝金榜快提名，贤主荣中立大功，一路定然缘遇足，田园财帛更丰盈。注解：此命为人灵机性巧，胸襟发达，志气高强，少年勤学，有功名之格，青年欠力，腹中多谋，有理有仪，有才能，做事勤俭，一生福禄无亏，与人做事有利无功，兄弟骨肉中多谋，交朋友四海名扬，中线光辉门户，早能发达，义利分明，末线成家立业，安然到老，高楼大厦。七宫两印无形，子媳3人，只有一人送终，寿元77岁，卒于春光之中。六两一，名利双收，一生富贵之命。不做朝中金榜客，定为世上大财翁。聪明天赋，经书熟，明显高科，自是荣。注解：此命为人心秉直，聪明力达，心善口快，有才能，见善不欺，逢恶不怕，刚柔有计，事有始终，早能宽大而能聚财，主业如旧，六亲兄弟有靠，自立家计，出外更好。20至25、26、27而立岁有显，30开外古尽重磨，明月在圆。66至70方交大运。七宫小配，寿元77岁，卒于春光之中。六两二，读书聪明，特任高官，大振家风之命。此命生来福不穷，读书必定显轻中，紫衣金带为倾向，富贵荣华皆可同。注解：此命为人忠直敦厚，心无所读，性巧灵敏，深谋远虑，吉人天相，心中多劳，受人轻叹，美中不足，中线渐入佳境，名利可嘉，刚纪有情。29交来阳春暖，东北佳音，天津四通，花甲12岁大顺，天赐麒麟送老，寿元85岁，卒于冬月之中。六两三，长寿高官显耀，上格之命。命主为官福禄长，得来富贵时风长，名题金塔传金榜，定中高科天下扬。注解：此命为人聪明力达，敬之事怨小人，自觉性强，改悔及时，君子量大，福禄受三星拱照，富贵名扬天下，荣中显主之格。可是美中欠佳，七宫有印，操劳心重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寿元78，享于荣眠归齐，二子二女送终。六两四，权威大官，万古留名之富贵命。此格威权不可挡，紫袍金带成高堂，荣华富贵谁能及，万古留名姓氏扬，积金堆玉满橱仓。六两五，细推此命福非轻，富贵荣华孰与争，帝国安邦人极品，威声显赫正还盈。六两六，大富大贵堆金积玉之福命。此格人间一福人，堆金积玉满堂春，从来富贵由天定，正户垂身业圣君。六两七，一世荣华享福无边之命。此命生来福自宏，田园家业最高隆，平生一路迎风逐，一世荣华万事通。六两八，享受天赐之福，敬贵显达之命。
富贵由天莫苦求，万金家计不须谋，如今不比前番事，主业根基非骨流。六两九，主业虽多，若不谨守也会落空。君是人间一路星，一生富贵众人轻，纵然福禄由天定，安享荣华过一生。七两，一生清荣富贵双全之命，荣华富贵以天定，正户垂身拜子辰。如果你的八字太轻，其实也不要太难过，要相信靠后天的努力，你也能够成为富贵好命的人。明朝袁了凡就是最佳的例子。